当太阳刚刚升起，早上六点的北京公园便成为了老年人的江湖。在这里，各种流派高手云集，来展现修炼多年的看家本领，相互交流，切磋技艺。在这儿，你能看到外练筋骨皮，内练一口气的内功派。铁板拳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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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会儿啊。好。太牛了！铁板拳。六十岁能有这腰啊！我至今还没见着第二个呢啊！好样的哥！两位哥哥太棒了。好。锻炼方式极其硬核的自虐派。你还能看到道具派的推轮王，好样的左哥，陀螺王，套圈法王，众多流派中有一个流派最为引人注目，他们用最简陋的器材建最野的身。健康长寿，赛神仙。好，老哥。太牛了！加油！一、二、三。我是个赚税。四。赚过570圈。五。六。七。八。九。十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说的就是这帮人。我争取90大回环还得赚。见着杠子就见着朋友了，他要不练杠，我也不练杠，到现在也不认识。我这项活动啊，今后应该继续的发展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壮大起来。腾空跃起的一瞬，烈阳高照下的拍手叫绝，这是他们的华丽舞台。更是老年人的浮世绘。